郭敬明参加某综艺玩躲避球游戏时，直接被自己的艺人汪铎抱起来当人肉盾牌，遭到疯狂攻击，打中要害部位，疼到捂肚子扶墙。被虞书欣形容像小蜜蜂一样的他，身上挂满了球，尤其是站在三个高大的男星中间，显得更加可怜了。这整个啊，在现场被当成盾牌，我觉得郭导演应该身上有100个球吧。心酸，令人心酸。敢这么对待自己的老板，这还是之前郭敬明爆料拍戏时紧张到忘记流程的汪铎吗？郭敬明看着可怜中还透着点可爱呢，你觉得呢？后期可不可以给他披一个那种小蜜蜂的翅膀，好可爱，就飞飞。哎